Hello， 我是妮塔，今天接受了扇子的挑战，然后我要来就是坐在按摩机上面化妆，这应该没有什么难碰到我的事情吧？对，好，那我就进行开始，我们先来启动，等一下，这个是四哎，先从一好了，一还好，一真的还好。今天要先化底妆，底妆应该其实还好，你知道，就是随便涂涂抹抹的话就犯规。可是我一直觉得我讲话很奇怪。我现在在看条去想象天空。这是二吗？二怎么跟一很像？我完全看不到我在画什么。哦，我刚刚用的是 Bobbi Brown 的粉底液，然后现在要用的是 Maybelline 的真相。我看不到。你可以笑没关系。我家里来了访客，两个朋友，所以他在旁边偷看我，可是他们又不敢笑。现在还是二吗？现在还是二，因为我现在才在上遮瑕，我觉得这个还好。期待下。很坏耶。好。我觉得如果胸大的人应该更恐怖吧，就会一直晃晃晃晃晃晃。OK， 好，认真。他好像还有附音乐，这个音乐还是不要画好了。好了，我现在画眉毛，我用的是老样子的，是 Anastasia 的套。然后我看不到镜子。我现在破出去了，我现在直接先转到五好了。五，为什么它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变？有变吗？你觉得有变吗？等一下后劲会很强，是吗？画左边的眉毛，扇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终于知道其实这真的很恐怖，这一点也不简单，我错了，才五而已哦，才五而已，就几集，现在要把我的眼影盘给我一下啊，耶，我今天要用的是 Jacqueline， 我觉得我要吐出来了，我整个身体全部都五官器官全部都在动，到一个不行。他到底是怎么把它拍完的？我真的搞不懂哎。好了，我要认真，我不跟你们洗脑。我要先，可以放上面。我要用的是黄色，我拿不出来给你们了。我要用黄色，然后变成那个我的黄色。好吗？我要再加一个档吗？请问一下。休息吗？饶过我！我觉得一定要到晚，不然这样没有陪我撑成功，大不了肚子痛不舒服。对不起，我真的要先暂停一下了。我要开始了，这才一而已，三四五六，现在六，然后我要再往上加吗？七，好累，而且我觉得我的奶好痒哦，好想要抓，因为它一直在晃动。然后我到底哪里有手可以画啊？不用取色先好了，取色先打底，正在用，然后我现在要画眼，先只是初步的打底，第二层打底，然后画，好累哦，第一次觉得画一个妆怎么这么困难，好痛苦。我要先问柔
我忘记修容了，一天天天到我都忘记我的步骤要做什么东西了，好痛苦哦。大家快跟妮卡说说角落，看死扇子，讨厌。我都看不到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坐角落，我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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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抖动的更大，我的胸部好有压力哟、哦。发了吗？七而已，可是我的胸部压力要再往上了。会不会再往上，胸部就不会怎么样了？什么？胸部不会怎样？会更严重吧？会碎掉。没有，抖太久会麻掉。救龙，你救龙应该还好，救龙应该没有什么特点。我还有一心情搞笑，就表示不够强，所以我在家。加马道士，加马道士，你这个坏朋友！亏我每次都帮你画美美的，你现在就是等着在看我笑话。这个是十，它有十一耶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最高是现在在三十，有三十的，三十五、三十六，对不起，我加码了，我高。我现在跳到五十六十，没打，你打像打得蛮漂亮的，哎 ，my pretty， 还蛮美，有那种印度的感觉，印度的感觉，什么东西印度的感觉？是因为我的发带吧，我觉得我的脸都要垮下来了，这个强度再加上去，然后换眼线。要加吗？我没有，我现在不暂停。好累哦 ！Oh my god！ 我觉得我好像不应该吃完饭的时候运动做这个。他刚刚真的超强到一个炸掉。哦、oh, ，好了，我要开始喽。现在是八十，九十九的时候要画眼线。好。我啊，画眼线跟口红。我的腰好痛。你有听到我的牙齿在叫吗？想听到咬到什么？我的牙齿有一声，我的屁股好痒啊！好了，我现在要画下眼影了，下眼影最难，我觉得我会抽到我自己。然后我现在要画腮红、眼线跟口红，我要最后画，我要，我已经不知道，最后九十九就是口红跟眼线了。现在是八十，我加到八十，我八十五，直接调到最强，叫我直接调到最强，你真的很过分。扇子叫我留到最强，你还在哦、喔？你真的在看好戏？好，好喘哦、喔！明明我就没有动，可是我就觉得好喘哦、喔。还有睫毛膏哎、欸，还有睫毛膏，我刚才看到睫毛膏，不知道能不能会不会戳瞎我，但是为了效果。老娘豁出去了，自动睫毛膏，手扶着，然后自己放在睫毛上面，会自己自行的往上，还不错，但我也不知道我在画什么东西，我只觉得好怕脱下我自己，我不要画下睫毛了啦，扇子为什么要出这个挑战给我？扇子有贴假睫毛吗？扇子有没有？扇子有贴假睫毛吗？你说，我正在看，又跑过去，我又错过了。为什么你要用一个饱满的？我看不到。那我。
我到底要不要贴？要贴吗？贴好了，帮我抽屉打开，有一个红色一盒的睫毛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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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这是什么？你看我的睫毛多棒！好痛苦哦！我好像是醉哦，这是左边右边右边，我拿不到，这样子就算了。好了，好像明白了，错，好了，我今天晚餐什么意思了？我希望我今天做完这个影片，我不会去医院腰痛，我呼吸喘口气感觉都没有，笑死了，很好笑哦。你们就这个时候才会进来看直播，你们这些人很过分，好痛苦哦 ！Oh my god， 捏到我的手了。好了，我现在要继续。你拿太高了，我粘到我的双眼皮上。然后，我现在要画眼线了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哇，好痒啊！我人生第一次直播，这个是观看率最高的一次，估计是这样子。好了，我要直接继续开始。现在是九十，现在是九十，我要画右边的眼线，一，什么艺术的？有点累力拉大了，还不错美吧？个人觉得画得很好啊。好了，我现在把另外一只眼线也画完，现在画 Lady Gaga 的眼妆，眼线勾到太阳穴，一笔成型。妮卡的招牌眼线画法，出去回来，哇！型的波浪唇，只要用着，然后我的睫毛这次其实贴的算还不错，你们觉得呢？叮叮，那成功，好累哦！你就要非常的冷静，然后脚快慢慢的。